很多时候医生都会建议止痛药丸是有需要的时候才服用，而止痛药丸的保存期限大多数是两至三年，所以有多人会将药保留留下次先再服用。但是该种药物过了专利期限之后，很多仿制药厂就会生产有效成分相若但是外貌和包装不同的仿制药，同时很多医院和诊所都会不时更换药物供应商。同一样成分的药物会有不同的包装和颜色，所以根据药物的包装和颜色去分辨药物并不可靠，所以建议最好都是保留药物的标签。早晨啊，药剂师。早晨啊，伯伯，今天有什么帮到你啊？我昨天去了看医生呢，医生开了些止痛药给我呢，跟上次那些就不一样哦。嗯。那一样有止痛啦，退烧这样哦。嗯。我就不知道吃哪一只先啦。哦，好啊，你给我看看啊。好啊，这些，这些，还有这些。嗯，好啊，我看看先。嗯。哦，其實是這樣的，伯伯，他們全部都是成分一樣的藥物，只不過他們由不同藥廠製造，所以會見到顏色和形狀都會有不同的，所以吃的時候跟回醫生最新的指示服食就可以了。哦，哎呀，好彩問了你，差點以為他們是不同的止痛藥可以一起吃啊。哦，千萬不要服用過量的止痛藥，一定要跟回醫生的指示去吃，也不要自己立亂在坊間購買一些成藥一起服食，尤其是一些傷風感冒藥，因為那些藥很有可能會含有相同的成分，一起吃的話有機會導致服用過量，後果可大可小的。如果以後就著藥物方面有什麼問題想問的話，都可以找我的。OK。好像剛剛的情況，由於藥物的包裝和外形的變化，長者很容易以為它們是不同的藥物，因而服用了雙倍甚至更加多的份量。亦有一部分人誤以為吃更加多的藥物可以加快痊癒，所以自行加藥，但其實這樣會導致服用過量，後果可大可小的。所以如果發現新配的藥物形狀和顏色和以往不同，有任何懷疑就應該問清楚醫生和藥劑師，這樣就可以安心用藥了。